我们在这边帮很多人求过婚。对呀、啊，帮很多人请过生。没有，最糗的是有一次那个男生要表白，然后我就说、啊、我帮你帮你，他花了准备，然后就是说我可以跟你交往吗？因为那个女生其实不太情愿上台，就一直。后来受到那种大家的舆论的压力，他就上来就站他前面，那男生就说我可以跟你交往吗？女生就。我可以考虑一下，就那天就好尴尬。你要表白的话，先有十足的勇气，再在这么多人面前，好不好？不是，还要十足的把握。对。好，再来，我们今天这十七年合体的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也曾经就是在我们一起合唱的时候常常出现，对、啊、也是就是一年又一次的这样唱。我们这一年只唱一次。对，有的时候还没唱到。对，嗯 ，Way Back Into Love。Just another negotiation.